看技能图标猜英雄。这个啊，是貂蝉的二技能，之前还被王女士举报过呢。这个好像是甄姬的二技能。Nope。诸葛亮的大招。Nope。都这么明显了，还不知道，这是瑶的一技能。这个送分题，妲己大招。我怎么没见到过呀？露娜的一技能。Nope。怎么每次到我就这么难？这个，我也不知道啊。Nope。好像是嫦娥的二技能吧。哇哦。甄姬的一技能。Nope。昨晚我们还被他制裁过呢，开船呜呜的，叫什么来着？我怎么想不起来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叫孙策。这个一看就知道，盾山。这个我知道，韩信。韩信可是我的信仰。哈哈，小豪，你总算答对一个了，简单，一看就知道，鲁班的二技能嘛。好像是兰陵王的被动。小乔的大招。这个是后羿的被动。Nope。我知道，这个是马可波罗的一技能。Nope。这我见都没见过。Nope。这到底是哪个英雄啊？这个，嘿嘿，我也不知道。评论区的小伙伴们，你们有谁认识吗？